好，大家好，机子整理好了，重新再铺上稻壳。那一定有人会问我说，为什么稻壳都把它弄成一堆？其实就是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因为鸡仔呢会去挖这个稻壳，那它就会把它剥得到处都是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您花心血去，把这个整个东西都铺设好。其实你随便乱堆，堆成一堆一堆，那自然而然就可以帮你铺好了。那刚好来这边就顺便看看我的黑水虻了，那也顺便看看我的鸡仔了，活得应该是蛮快乐的。那因为母鸡我刚刚有撒了一点白米给它，那因为母鸡很喜欢啄食这个白米。所以我只要丢了一点白米给它，它就不会再焦躁不安。那倒是这一只芦荒母鸡呢，非常自私，它不喜欢人家偷吃它的东西。那当然，这个也是从小就娇生惯养的关系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拍摄到这边。那这就是我们的鸡舍整理，到今天终于告一个段落。那我现在呢，来去看一下我的黑水虻喽。Hello，这是我冬天的黑水虻。那当然呢，冬天的时候呢，温度比较低，所以黑水虻呢，生长的会比较差一点。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。那你现在可以发现，这只公鸡很聪明，它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啄食黑水虻。那这就是要告诉你黑水虻。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啊，OK，我们就先是拍摄到这边，要不然等下黑水虻都被它们吃光了，OK。